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2月8日，然后这款《天剑情缘》，这是一款 Q 萌画风的仙侠题材放置型游戏，目前在 Play 商店的热门排行榜可以搜寻到这款游戏。进入游戏后，没有什么交代，直接开始挂机，采用人物在画面中间的无限绕圈打怪 BOSS 推进关卡，背景音乐预设为关闭，可以在左上方的头像中修改我们的游戏ID、 性别、开启背景音乐等功能。这类型的放置玩法属于上中下的下程度，聊天室频道的内容感觉上都是机器人发言，蛮制式的。玩法上就是点击下方主线任务或是完成私任务来升级 VIP 等级，有宠物、抽取装备、各种副本等功能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好的，来吧，天剑情缘。那 Play 商店的热门排行榜有看到这一款啦，那登录的话，好，民用游客来玩玩看。直立式的哦，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，是这一种仙侠挂机啊，会在地图上一直绕圈圈的这种。这种玩法就是怎么说，就是属于那种挂机类型。如果有上中下放置挂机，它会被我归纳在下吧，就是简单说比较不好玩的那一种。那为什么要启动月卡？要购买，对不对？广告叫你买月卡。欸，为什么我签到他就要那个啊？一签到就要买月卡，普通领取哦。好，怎么没有音乐啊？连音乐都没有欸，就是连个 BGM 都没听到啊，只有音效而已。这个成本也太低了吧？大概就把那个成本花在那个买榜吧，买那个热门榜，热门榜就会被我看到啊，就会被我看到，被一些人看到吧，有人会去那边找游戏啊。好，你看这个聊天室大家都机器人吧，晚上19点一起泡澡啊，逗号，男女互浴的那种哦。这个应该是那个机器发言吧，机器人发言，就是正常那个玩家不会这样打字啊，就是又是逗号又是惊叹号，然后又是符号又是表情包啊，大家懂我意思吧？哦，这些全部都机器人，这些全部都机器人，这太明显了啦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。前往穿戴装备。好，他没有音乐，没有音乐。快回去继续战斗吧，领取奖励。没有音乐的话，我就随便配个仙侠类型的音乐给他吧。点击挑战魔君。所以到时候你们听到仙侠类型的 BGM 的话，就是我配的啦，我就是我配的。就事后剪辑一下。领取奖励，前往升级技能，升级点击返回。好，返回。领取奖励。我们也没有创角嘛，然后也没有取 ID 嘛，对吧？然后四不信他自己帮我弄的，然后性别可以改是不是？但是我的形象怎么还是可能这个要确定，然后一分之一吧，就是现在可以改，我来改一下，那你就确定是女生的形象哦。背景音乐在这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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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预设没有用音乐啊，背景音乐，你们如果进来的话，你可以打勾，遮罩特效。屏蔽飞仙称号，欸，可以再改是不是？你这个修改名字有个冷却，是这样吗？可以随时改哦，还是指这个遮罩特效？欸，可以再改耶，是不是？可以再改。他这个 BGM 不知道哪来的，我把它关掉好了，我怕我吃版权啊。版权麻烦，
好，我们把它关掉，继续放我的那个修仙音乐好了，我待会再放一下随便的修仙音乐。好，然后跟着这个主线任务玩。点击前往任务。这个真的比那个韩国那种无限流放置挂机还要无聊。哎，我这样讲出来是不是？反正我一开始已经评论了嘛，就上中下是下的啦。点击前因往为任务。挂机有好几种嘛，培养灵兽，继续有一培种养灵兽。是养成角色嘛，要左右互撞啊，或者往前一直奔走3D 这样，或者是韩国那一种，就是无限流一直打怪。然后你要去养成你的角色，去升级能力啊，抽装备啊，抽武器啊。那这种就完全没点有，击这种前就往是也任务。是挂机，然后就只是一直做主线任务这样，挑战 BOSS 打小怪，就玩起来就比较无聊一点了，就很免洗啊，就更免洗啊，领就取把免洗的 MMO 改成免洗挂机。所以我也很少玩这种游戏。因为这种通常都会做成那种仙侠，然后那个角色都丑丑的，然后整个界面有没有就像这样子，就是这个美学我是熔炼掉不多太余电 OK 啊，就能，是金光闪闪的美学解嘛。除了。就很慌张，然后一堆氪金的东西，然后 VIP 啊什么的，然后整个搞得这样子很复杂。强化时可点击返回。那他就从那个大陆水游这边过来的啦，还不如偶尔你会玩到这种类型的游戏。我们音效其实可以大声一点，反正我音乐现在没有嘛，到时候我再配一下音乐。灵兽进阶后会解好，锁一键全祝新外福，观哦。有一个小萌犬，有点像小柴犬吧？那是我们的灵兽。现在时间是2月8号半夜了，明天有一款兽娘的日系的那一种美少女卡牌游戏，原本说是2月10号要开啦，那现在是变成2月8号吧？我刚预先下载一下《绯红的神约》。飞龙的神，因为我频道上有玩，之前跑去日服玩，但是它可以切换简中这样。去年10月开服的，那现在是2月嘛，11、12、1、24个月，就日服开完之后换台服开这样。培养坐骑可以解锁更多坐骑技能。如果你对美少女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玩那一款啊，试试看。坐骑进阶后会解锁全新外观哦。好，它这个配音给我感觉有点像台湾的伤配音。害排名第一的玩家可获得极品装备奖励。对啊，没有那么卷舌啊，人家还可以啊。好，世界 BOSS。那很奇怪哦，现在这个《天剑情缘》的下载次数它显示是零加哎，零加是怎样啊？为什么零加就没有下载次数？理论上它应该已经出几天了吧？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留言，不是商店上面的留言最早是什么时候留言的？2月4号、2月2号啊，2月2号就已经有人在留言了。2月2号一个礼，前几天就已经有人在玩这款游戏了。不知道他那个下载次数为什么变零加，是因为它都是洗的吗？我不知道 Play 商店可不可以去抓出那个假的留言评分，还有那个假的那个下载次数。你怎么感觉会打不过啊？这个没有点击增加伤害，有的还可以点击加伤害。像你 YouTube。你那些什么假订阅啊，或者假的那个浏览次数，那个是会被抓出来的。它会有一个判断的机制，就是以前如果你想要做 YouTube 的话，最好是不要去动歪脑筋去对于你的那个订阅数或是你的流量，
那是没有用的啊，那是虚的，那是假的。因为之前有人在卖那个啊，卖那个暗战术啊，就是订阅术，那个都会被抓出来。而且你做影片实际上是要给真的人看嘛，或是看了之后会有广告费啊，虽然很微薄啦，就是零点几块而已，零点几块，你们看一个广告大概就零点几块而已，都是零点几啊，大家懂吗？就看一个广告，你觉得你可以看一个广告让别的人赚一块钱吗？不可能啊，那可能就零点几而已，很少。但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很有流量的那种影片都是几十万嘛，是几万几十万，我都是很低啊，就几百而已啊。以前比较好啦。啊，你看这个还在洗啊，还在洗有没有？还在洗，机器人还在洗，都是假的。所以那个我看一下，有人留言说是给机器人玩的啊，这个游戏是给电脑玩的。你们都是电脑，现在有没有排榜？排行榜？排行榜搞不好都电脑在排行呢。看一下，建装备，我们这个角色怎么有点瘦不拉几的啊？这个也太瘦了吧！神兵羽翼、时装法宝、免洗 MMO， 但是是挂机类的，一键升级。升一升，升到不能升为止。啊 ，boss 还在做主线任务啊！记得经常来哦。好，这是寻宝。寻宝奖励会点击领取奖励。就是抽装备嘛，手游一定要抽装备，他也有抽装备啦。点击返回。我还是给他加减玩一下，了解一下这种游戏。因为这种游戏是我比较少玩的，我刚开始有说嘛，就我对这个比较没兴趣，可能有时候直接跳过。其实我这种游戏玩过都是看到之后我就直接移除了，不是就是下载下来，然后准备要录啊，这种游戏有啊，没什么兴趣就移除了。然后那个影片我也没有上传，手动变身，我没有看到什么排行榜哎。他怎么没有那个让我们拼榜一下？开服活动看一下，点了没反应。哦，这里有没有雷出？有没有？他好像没有拼榜哎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拼榜活动啊？都是雷出而已啊，就没有跟让玩家之间彼此竞争嘛。有的会有啦，那都是假的居多。有机器人跟你拼榜。好，他这边有那个四个任务解锁 VIP 的玩法。哦，这边也有。只是他战斗中是在一个地图绕圈圈，然后一样是打 BOSS， 打小兵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这种游戏就是一直点，一直点，一直点。那我待会可能会稍微做个开头吧，他也没有影片可以做开头，我就自己把这个画面稍微剪一剪吧。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